我是一个漫画人物，职业恶毒女配，工作经验十分丰富。你们这些女人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？我怎么成女主了？这不是反派男配吗？拉好你的衣服，滚出去！我才不！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人。那就让你长长见识，不用客气。谈恋爱无非就是身体接触，四目相对，特写慢放嘛。你应该搂住我。你觉得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？冷夜寒，我倒要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那我去那边睡吧。哎，还想跑？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。漫画世界不允许没有意义的事物存在。漫画世界，罗小姐，忘了我。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因为爱你而存在。我不要忘记你，冷夜寒，我喜欢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